全金东亚运国手许基宏出色的长打火力藏不住，在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的第二场比赛就开轰。但其实无缘第一阶段仁川亚运大培训名单的许基宏，心中还有亚运梦。一定会想的，因为毕竟能够穿上国家的衣服去代表球，代表国家出去比赛，是种荣誉，也是种肯定。虽然没有选到，其实自己不会想太多了，就是一步一脚印做好自己，把成绩打好，接下来的就交给选训委员来烦恼。毕竟凡事要先自助比较重要。这就像他的体重，为了让自己的身形更轻盈，也更有敏捷度，许基宏下定决心，把体重从天津东亚运时期的115公斤，透过激烈的减肥方法，硬是砍下了12公斤的肥肉。而这段过程也让他直呼好辛苦啊！哦，非常痛苦，因为是比较刻意的，因为怎么讲？会想要让自己赶快就是消瘦下来，就是用的方法会比较偏激啦，所以就比较难熬。那其实一方面就是会想要就是减轻自己的重量，而且提高自己的敏捷性，而且让自己的速度啊，而且反应可以更快。减掉了12公斤多余的肉，加上勤做重量训练，现在的许基宏不仅打击 power 更上一层楼的同时，瘦下来的脸庞也被球迷夸说很像金钟影帝赵又廷。但其实许基宏真正想像的应该是可以跟洋炮们一样杀伤力十足。我自己本身觉得洋将的加入对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帮助，能够让我们了解说国外的球风、球外的他们的习性啊，让我们慢慢的去一些研究啊，自己去跟他们做比较啊，如何去超越他们，或者是比他们更好。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未来的棒球生涯，所以多苦都愿意。同时拜爆米花找来洋将之赐，身材也很有洋将 feel 的许基宏，希望自己能够从老外的身上挖到很多宝。 Righty 炫郭亮阳不是台北报道。对远渡重洋来台湾打爆米花联盟的洋将来说，和国内球员切磋球技、交流技术的同时，也是一个体验新生活的大好机会。而国家出训的洋炮凯撒就充分把握机会，利用来台的短短几个礼拜内，就已经把包括台北101等地标给跑透透，还迷上了拉面和饺子等东方美食。Yes, I'm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like to go out, especially when I go to new places, because that's the meaning when you go to different places, just to get to know like different stuff and get to know the culture a little bit, because that's what makes it interesting.身为职业球员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迷信。在世界各地的棒球联盟打滚超过20年的凯撒也不例外，而且他的怪癖还真不少呢。Usually I shave one time a week, and usually when I'm playing baseball, I let my beard go. This one right here, just to grow longer, as long as the scissors go. And on my games day, I like to eat chicken. That's my lucky food.除了留胡子和吃鸡肉以外，凯撒每场比赛都会穿上超级英雄的袜子，从钢铁人到蜘蛛人，一系列的袜子全部都有。而且他还大方地跟我们分享自己最重要的幸运物，那就是儿子送给他的绿巨人浩克玩具，表示无论自己到世界的哪个角落，只要带着这个玩具，就能感觉到家的温暖。充满父爱的表情，让人看了实在好窝心。如果下次大家在路上碰到爬爬照的凯撒，记得跟他打声招呼，让他感受一下台湾人的热情吧。我来体育新闻张建宏、邵威峰采访报道。现在变教练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说，虽然我很年轻，但是我想办法要突破我可能思想30、40岁、45岁的思想。维达超顺总教练曾华伟月底才要满37岁，是爆米花联盟6队当中最年轻的总教练。他坦言，刚转任教练时的最大挫折就是年纪。尽管在职棒的10年经历早已造就了库隆的超龄思维，但还是不免偶尔要受到球员的质疑。我是球员出身的，当教练，教练时间不长，他们可能会讲说你只是当球员很好，但当教练不见得好。当个好球员只需要顾好自己，但要成为出色的教练，就必须打点全队、扛战绩。曾华伟压力不小，也承认还在学习中。不过年轻也有年轻的好，好比说在球场上，有时候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。因为毕竟我还年轻，有些肌力还在，不管是手背、打击、跑垒，或者外野接球或者内野接球，其实我要先做示范。这是好在我年轻还可以做示范给他们，可以有一个标准，我这个是这个标准。请你们达到我这个标准。不止库隆本人，就连威达教练团都相当年轻。
47岁的东哥黄忠义是阵中最资深的，田家安、黄龙义也都还不到40岁，这让威达成为6队当中唯一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教练团。其实我要找教练团，不是说你在职棒多么辉煌，而是说你用什么东西角度去可以说动他心目中心底下的东西。比起资历，曾总更在意教练团能不能说动球员。爆米花才刚开打，准职业级的赛程和强度更高的较量，不止选手如临大敌，就连对威达年轻的教练团而言，也是一大考验。华体讯综合报道。来来来，让我们读。